先别高兴，先别高兴 ，S12 赛季要来新皮肤了。S12 赛季蛋仔岛的三大变化，我来告诉你啊，老玩家不许哭。S12 赛季蛋仔岛的第一个变化，快看一下现在商店里的人是捕梦软软。叮叮叮 ！S12 赛季到来，伙伴们，捕梦软软将会永远的消失，和捕梦软软说句再见好吗？你们看，商店里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物，是一个男生，好像是断罪骑士。这就是第一个变化，商店里的人发生了变化。S12 赛季蛋仔岛的第二个变化，小伙伴们，最后再看一眼这个重力星星吧。S12 赛季，这个星空乐园将会永远的消失，取代它的是一个灯塔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新皮肤在这里玩耍，并且这里还有篝火。到时候新的乐园将会出现，而星空乐园永远的和我们说了再见。再见了，兄弟，再见。S12 赛季第三大变化，将会迎来三个皮肤，一个叫流火精灵55，一个叫摩登闪闪的精灵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小鹿，它的名字叫吟游诗人米娅。蛋仔岛第三大变化将会迎来三个全新的皮肤。